满载而归了，走。来到宜兰的大风吹手作，大风吹吹什么呢？是玩游戏吗？不是的，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亲子馆哦，我好喜欢这个地方哦，有的吃，有的玩，有的体验。好，我们这里这位帅哥郑老板，郑老板，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我们来这里可以做一些什么活动呢？好，来，我们这边呢有四种的 DIY 哦，第一种呢是玻璃的喷砂哦，像橱窗你们现在看到这些玻璃。你们都可以自己设计，选择喜欢的杯子，然后再来开始做。哦，这是很简单的，你们只要会贴可爱的贴纸，贴了什么图案，喷砂碗就会变什么样子哦。哦 ，OK， 好，这是很快的，很简单的，大家都可以做。那个瓶子也可以喷上去。对，这个水壶也可以，这个水壶是我们现在最热销的。哦，它里面的玻璃们都可以设计图案，它还可以拿来泡茶。哦，它还可以拿来泡茶。好棒。对。那每一个都还会附送这一个小袋子，这个是地方会爆掉。这是就是隔热然后保温用的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我们大家小朋友最喜欢的纸飞机的箱。那这一把箱呢，可以让你们组装，组装完之后呢，它可以拿来发射纸飞机。那折什么样的飞机都可以哦。好，那你们就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，折出自己想要的飞机，我们再拿来玩。OK。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自己做出来的一个，对，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DIY， 那这是用雷射去切割出来，然后可以让你们一起来组装，像组模型一样把它装起来，好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玩。对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教育意义的课程，那这个叫天气瓶。那天气瓶呢，它里面的结晶呢，好，会随着天气的不同，然后会变多跟变少，然后会开花或者下雪。对，就看你们的天气，如果家里很热没有关系，我们开冷气一样会下雪。 OK， 就是跟气温的变化。对，那它是一个简单的化学的实验。好，除了教你做，我会跟你们讲它的原理是什么。 OK， 好，那除了它之外，还有一个小小孩最喜欢的肥皂。好，它做完之后还可以拿回家洗澡，你们可以选，有12种动物让你们去选择，那你们可以选喜欢的味道跟喜欢的颜色。 OK，我们目前出了这四样之外呢，我们计划每年都会再推出一样新的 DIY。那这些 DIY 都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哦。这样的话，意思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到这里一次哦，这样可以尝试不同不同的手工制作。看这里的项目非常的多，而且呢，你如果来这里的话，我是建议真的要花费至少有4个小时吧。来完成这些手工，然后这里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棒。所以呢，天气这个空气跟环境都非常的符合这个孩子可以很享受的去做这个 DIY 的过程。对，非常推荐这里哦。好，谢谢。对称，没有对称，有。
到新南洋。慢慢的把它倒进来，不要太快。对，很好。对。Mm-hmm.